全台湾第一件林书豪的球衣交到了 Jeremy 的手上。结果七号战袍，林书豪将在新赛季穿上这一件黄色球衣，宣告正式加盟 PLG 新北国王队。这个球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球队啊，所以我真的是希望能够好好的去感受。林书豪上个赛季返台加盟钢铁人队，虽然个人成绩亮眼，可惜依旧无缘带领球队闯进季后赛。这回他也给了自己三大目标，肯定是联赛第一名啊，霹雳冠军 ，ESL 啊冠军。那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先说我们的目标是什么，我不管别人想什么，不管他们笑我或者什么，从小就是先定你的大的目标。林书豪上午也与队友进行了第一次训练，还与弟弟林书伟同场，完成兄弟俩当队友的梦想。说不出来这些情绪，因为都是我们已经聊了三十年了，能不能有一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加盟同样的球队，所以我们两个都是感觉有一点不是真的啊，有一点那个 shock 的 feeling， 所以我们肯定是很开心啊，包括今天早上训练第一堂课就有点奇怪，就是一直能看到他。而对于热身赛就即将对上老东家高雄钢铁人，林书豪是否上场也先暂时埋下伏笔。三选综合。